我杨树宽，后生太上宫，有花太上宫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土师宗阿宗古，今下来教后生人打再古了。以前粤普通出名的戏剧，第八度粤剧从经典界台词的案例讲，善拍虽然同见效，不过真友好。而恁人呢，都到模仿戏剧系电影讲嘅事情，综合为善拍，来系做人通物嘅本能。不过咧，见善拍落去感情见事的咧，今日有请到了解后生人，教他过来分享今日善拍嘅心得，众相分享。主持人老太家小街道是阿子怡，大家好，我是四岁的社会三票四班四岁还有送秋水口的阿子怡。那听一下老太家小街道是你家，大家好，我是为了跳入秋三票韩国金雕的你家家家，为了第三张老太家都是立中，大家好，我是学生世界当为三票读书，不过如果迟到当心教的立中。第四张老太家都是白天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大白熊的我改变天空，我是为金闪拍的中白枪。听到了，上街都是阿燕妹。大家好，我是学生时期为闪拍射来的对球，因为我爱同对方讲清楚的阿燕妹。渣女，渣女，暧昧达人，暧昧达人，两个重点，第一对球咋亲多，摆列摆到屏东。我啦我啦。第一，她是渣女。还有第三个后生的时间，两下想要有人摆，但想夹落过，完全太落架，哎呦发财了！这边老阿叔叫做阿小凤，嗨大家好，我系两下太嘅事情散唔得，细嘅事情做得上啊，就请到去散票嘅小凤。刚好又讲到散票吼，系做动物嘅本能，我们看到自己害怕的东西，讲唔啲嘅东西最散。第二下本来先来做一下心理测验，再讲你的三票指数有几高咧？大家来看一下，假设你亲爱世界好惯用哪种的卡棒哦？第一是写写渣，动非常轻巧的写卡棒；第二是多功能的卡棒，从底部都有动到内台啊，很多种内袋都会变动变细；第三种动台渣，就动用用的那种台台渣的卡棒，向大家来写一下，因为亲爱世界会带哪种的卡棒？安尼观众朋友们，请让来投一下。第一，我重复 A 是。轻巧的小包包，写卡棒；第二是多功能的卡棒；第三是那种台台加盖卡棒。A B C 总痛胖又樱桃糕。哎呦，来看一下 ，A 是黄先生跟我们的李董哈。你来看一下 ，A 应该是投了轻巧小包包，写卡棒。你很难中意呢，是又买了事情，是日渐开起来感觉。哦、你有什么事情，你就会自己担起来，就是负伤为负出，负基金嘛，为开树让人家中意。有准，有准，准，准，准。安哥呢？你为迟到哈，啊，本台就来按侬你，哎呦，你动负基金，动为开树让，因为迟到讲，你不会觉得说我是为了得到奖赏，为得到镁光灯，唔系安样，因为迟到讲我天生如此，但系人家应该来做个事情。讲得好像国父一样。哦，你就每一个动副字音，动脚踏实体感音。好，来看一下 B， 多功能包包，要选 B， 海冲。是用爱选 B 哦，是用你，是用你，好，都好好讲。为你要中意，因为三撇字音系维多嘛，改来维多，他其实就是不想要输，你知道吗？有准诶，有准诶，有自信，走在让。没有自信这件事情，他做的就是都斗性的死心的细节。他说啊，这个那么多个可能我无法，那怎么来？那是为闪撇，摸死心违章，如果摸死你没违章。啊，那个应该是唔对的，所以因为闪撇的细节，因为用欺骗自己，用欺骗别人啊，那个因为诈戆啊，然后用其他的方式来闪撇。来看一下 C。那种台台加的那种很宽的那种台台加的卡棒，那只要中起来，那可能只有紫衣装的戏了。应该是卡住了马步台是走的。哎，你有三三四阿妹那个，你为福之人呢，是因为你从小是拍生意样板先看你。哦。加 A，
也很负责任，但是他是打从心打对性冠军，因为讲爱是会开受伤，那种因机会开受伤，还认为机件不应讲，机件不应看机。哦，我如果觉得说啊，爱这样好，爱搞什么夫妻，别生因为讲爱，我是一个不会开受伤的人，所以爱会讲别生人的眼光，系咪？错啦，有准吗？当准哦，如果冇准哦，因为佮打牌出去嘅细节都是带垃圾袋。太小了，这个太小了，对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六队有那种诶选戏的又伤心哦，因为投下安全路线，哦，那种平平稳稳，平常时又得行诶路，基本假设哦，你平常走国道一号，突然今天国道一号发生车祸，你走唔得行咧，你就走国道三号，你会怕。啊，无方向诶。啊，无方向唔会行咧，因为假设靠 Google Map 也不行那种伊吼。好，今日先以前样做结束啦，向大家表个表下来。不过冲蛇堕胎为三片的事情可能冇强融哈，可能冲蛇我们小时候很讨厌是呛叫啊，可能动脑些嘞风采跳那种事情。特殊加下会遇到哪一种事情来三片来问之？嘿，我刚刚爱三片的东西较单纯，因为三片。三片跟同学较单纯，因为爱还往图书以前爱就会三片吃饭。哦，成年动动脑吃饭。真的爱讲我吃饭也肯是对我来讲动痛苦，再过来爱就会三片手碎壳。啊，动好高呢。冇，系认真个手碎壳，因为爱以前细细时些就讲碎，不过开始图书过后，爱就会三片吃碎，吃碎咕噜咕噜，嗯。因为以前，我蛇糖果蛇母是用水做的。哦，它是水太多了。我今天用桶做的。嘿，爱甜妹妹。还有嘞，还有嘞。还有，大家都会上票的，就会成绩单呀，看事情，就会叫我妈妈看啊。我后来呢，今年去考过后，后验过后，我就发现过。哦，真的没办法上票嘞。哦，真的，因为想上天电影讲。哦，成绩单我有时候不小心考一百分，我就不小心叠出来给我妈看。哎呦，如果叠成了，哎呦，如果分都好，哎呦，考到已经八分了，哎呦，你真蛮厉害。辛苦，有给感应的。那就莫死你。除非点，除小心哦，给你加嘞，做数学是最强嘛个事情。因为偷数学时间，感觉上当哎，去考考研偷数学时间哎，最强的就会练功，跟爹上票练功，因为这是国中一年。什么？他讲我们自己离出家乡远的嘛，北漂生活。你出家两个字不要黏那么紧，离出家。突然又进来了。老董，你是怎样？你善当秀行的。好啦好啦，我就进行经验来多一下，给喜鹊好演哈。哎，应该住宿舍嘛，离开不海人。我说，这些练功对俺来讲很爱当上撇的事情，怎么给俺用功呢？因为俺天天同走，爱练嘛给呢，就是做泳迷耶。提，就是倒立啦。操，就是倒立嘛哈，这倒。倒立这件事情其实是很简单，很简单，说难又很难，像我对我来说我就知道很难，因为我会的差不多就有一学期的时间。啊哦，你怎么还在学校里？就两三个月了，反正就很久，真的很久。哎，你有没有不会吃的？我没问题，我电影下班我没问题啦。不过呢，这时间我就一直在倒立都倒不到十分钟，主要是倒不到十分钟啦，十分钟。哦，你会跌下来哦？嘿，我连唔到十分钟，听说你拿顶都十分钟，不过我差不多六分钟会跌下来嘞。差更多了吧？因为我就做冬天嘛，嘿，古时候伊爱上片就会练功啦，因为我就冬天身上会蛮矮，我又冬天失拍，所以就会扎片啊。嘿，我就想爱扎片啊。原来就是你们班哦。给好走，安尼做唔得，给做中的，你敢做的？我上高矮给你，其实吼，我头发底起个好样，我最强的咩嘛个，你看来看去吼，我老年咧骨头凹来凹去，弹子功啦。嘿，大听到。其他讲弹子功有两点，系最先爱练的，体格就系加讲用力的起嘛，多条起，体格系嘛个点哦，凹腰诶。哦，下腰。但是运动中要。偏硬凹腰诶吼，较简单，像自己爱凹腰诶，我变矮。较简单，啊，生来人高腰胎啊，我挨开拗嘢喂，佮先生咩艰苦挨咩艰苦。移动硬动枪嘅平板。对啊，你说吼，特别练咧弹子功，我看轻掉，我咩健身啊？不过你有个期末考、大会考，我考试，就会看轻掉吼。考试刚好就看实战，平常时练功挨咩功挨看唔到，挨咩块扎片，啊先生就闷挨啊。不过我知道，这种看轻掉吼，那系自己跌倒。佮跌倒，佮跳那高度就差不多，会一公尺的事情。你去挨跌倒吼，佮就两公尺，那跳那高度就两公尺的事情。
所以很危险呢。那病人较明显嘛，骨松较散的嘛。明明就会强勇的，我本来真该讲。这一点五那个二点零摩强勇，对，摩强勇，真强。不过两下特殊事件发生的事情，观众朋友有没有想看？你特殊讲哈，最危散片的事情是哪一种事情？还有有的事情上危散，不过最有散，唔对，是哪一种事情？等下再来继续和大家听下来分享了。我们等下要用的哦，然后会是嘛个臭火叉是鸡笼啊，青海天柱啊，还会是上下青马个理发店啊，让个睇哦，因为该东西会考学测嘛，不然看起来很好笑，就特殊感应啊，剃大平头，转起好高级嘿哦，大家啊，赵勋腾还有头那么，你还永远摸嘞，就觉得自己很快，就是要做一点改变哈，你顶了哦，哎呀，动人啊。欢迎大家都上来《后生太上官》节目现场，我哋家有蛮多嘅神嘅，所谓 hit cap 棒嘛 ，hit cap 棒，所以讲会上台大家练功嘅事情，尤其系太好壮，真嘅吼。保护自己生命安全。太好壮，大量嘅你上唔上？难怪就是一脉相传，就会顶上。只有系上官嘅，就系你大快，然后快台快台，加入用糖多了三沙大快大快大肉嘅那种轻狂，你们用扮相。挑衅记得讲到戏曲棒嘛，系冇？因为记得系当辛苦来练功，不过对安尼两种普通嘅国中、高中嘅学生来讲，功课嘅压力动态，所以读书嘅时间爱会上撇嘅是系读书，因为该用时差不多系国中嘅时间压力动态，喺个学校下课差不多五点六点咧，因为十个戏补习班去上课，上到八九点，做人都不卡，喊就动到嘅考试功课爱做起。要动摸汗呢，所以落到剑锋是为，唉，困个天呢，用为按欧洲咯，冇时间作动，用为动垃圾，所以是为发动佮个时间滴个精力。脚下强，哎呦，系青年班。嘿，用完用英讲咯。韩国家用是因为动动因动上考动何解高中动何解大学，所以是话按用因准备。唔过爱去到爱高中个时节下好咧，农办公，因为爱去参加学生会，所以是动何解例如做得强攻解一班班同，都带金好看书。三片，对，三片，三片感应，哦，系爱。八片。敢会读书嘅人，敢会系咪上片读书？利用吼系用学生费吼来抢公家来上片。俺个甚至哦，到读书嘅时期吼，就系夺考。夺考冇易上考咧，几时几公夺考系几个限条啦？五十年前，冇是抢物嘅公家，唔是我自己请自己的假。到高中二年生的时节哦，该系初步是初学者，所以应该是到口通啊，口通啊的地步，读了就直接睡梦，就是趴下来直接睡。该系初学者的等级啦，到二年生的时节咯，哦，我喺度太淡咯，变服装诶，我喺行出去教学，哎呦，行出去，到该学校的地步读吼，享受浪漫舞台、自由漫步的时节，还散步，散步哦。不过三年线吼，听出来还好厉害啊，要进步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到三年的时间了，这个学校已经满足不了我了。哎呦，所以因为我头家系政大附中，这个政大附中诶，该提点就会给摸微枪。所以咧，哎呦，没人绑住我，所以应该是憨哈散。哎，你还好高都该散打，散开啦，憨哈散。啊，憨憨散啊，我们等下要用伊哦，然后会是嘛个臭佛叉是鸡笼啊，青海天柱啊，还会是上下青马个理发店啊，让个睇哦，因为该东西会考学测嘛，不然看起来很好笑，就特殊感应啊，剃大平头，转起好高级嘿哦，大家啊，赵勋腾还有头那么，你还永远摸嘞。就觉得自己很快，就是要做一点改变，看，你顶了，哎呀，动人到，阿爷麦呢？爱就系吼学生时期，爱会散撇，爱无中野西来追求。我更识发。耶，爱讲出来哦，那香港会本太个大咯。你中意嘅西来就会面冲冲。面冲冲，冲跳那么动艳大。哎呀，唔系我讲啊，跳摆。確實動快啦嚇，加上我係發現一種西拉嘅喜歡啊，我冇喜歡佢嗬，我出閘唔會搭佢。
唔好生气，唔好费个心事啦，咩唔好接个天花，咩唔好同人讲清楚哦吼。哎，我其实我唔系想爱享受这种人家追求的优越感，唔系，因为假使我吃到佮同热情，我同人讲吧，我要强呢。哎，要不强哎，古同人出只人来输几关机。不过加讲的这种特殊的时节，会拄到一种成为闪避的事情。不过又得有事情爱闪，还是走闪唔得。给李家先来分享下，那一条事情，我想讲，想爱进山，不过还是实际上唔得。嘿，错，像其实学生嘅时间吼，我还蛮加咩主持嘅条路。其实外面唔得，因为吼我朋友出小嘅外本嘢，同有名嘅音乐先生嘅发表会出请我去主持。哇，其实喺我第一摆主持，我就知道哇，动静中唔得嘛，真紧动态，因为按样吼，我就上票的呀。嗯，个主持个发通吼，就紧啲叫，紧啲叫出错啦。就像老先生讲，啊先生拍摄个，可能几时就有偏啊，然后你用个样就想要找个种机会。上头多米都有偏。无啦，还是当真手好冇嘿。其实就像请各种个机会吼来推迟一下主持个机会。不过你想讲算的啦，因为第一摆吼就来吃亏啦。不过前面还是万米来过关的啦。嗯，但是其实个压力真紧会非常大。个白欠一块条。是要讲到你动脑还是改变了下？错，因为了下近来近态嘛，大概想到改变健康吼，是不是去到动手里安样？譬如讲吼，因为我上学时有一只梦想，我去到美国，我来读书，我咪系要看个时装片哦，去到动浪漫，系嘛？到学校地位都散布个时间哦，还有那种背景音乐嘅感觉。不过咧，假使我真正想嘅戏，系咩代表我喺表现嘅一家经营嘅青年人嘅主持事业？错，唔判得。我想到嘅表现哦，唔判得。错。查过咧，香港我哋一下带嘅素材吼，我带嚟差唔多十年啦，漂浮嘅吼，但漂嚟差唔多十年。不过嘅服装真正冻烂，冻非常烂，火字不会烂，唔知冇？冻坏。冻脆过，唔系系冻脆过，啲冻烂，啲冻坏。不过佢境外摄嘅服饰哦，但因为是当然会涨那个房租啦吼，因为我喺个技术带落去，我想会想转去。你就系活该啊！因为我冇想要改变健康，我惊怕小李讲吼，假使我真正晒落去之后咧，我个未知感会更来更大，对未来我唔知我会行到哪位。没有安全感，其实不太懵。个半梦，全部半梦的，你啊种眼是无爱谈。个不过三下来问你啊，啥物动物半梦的呢？爱无啊？阿姊，爱买半梦。爱散票个东西，爱散票其实爱讲我迄很多现代个后生人都有只问题，就会接天发呀件事情。哦，嘿，因为个爱买迄票来。钱的嘛？有欠人家钱啊？我刚加天发，我讲一下原因。嘿，因为呢，我以前咩唔会讲加天发，后来嘿，因为我发现讲有一摆我就出加加给厂商的天发，因为我用个加天发就来加给安的，后来我就本人骗嘞，就是亏。故说我一下那黑个厂商出加大天发，我个是我就当上会上票，我又讲讲我上票发，也是安的，就唔会本来做的，对冇？佢哋阿豆鬧嘅強嘅天花，即動槍動槍嘅杯弓蛇影喎，七架黑七架嘅，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草蛇嘅感覺，哎，真嘅。被害妄想症。阿姐妹，你咪鬧，你咪動腦兩種投入嘅事情，動強。我較想愛三撇投入嘅事情吼，像比如講，特別肥福嘅劇本啊。哦，个头脑紧呢，动烧脑。系啊，唔出现诶，个头脑会动辛苦。诶，我都会头天米的时间啊，怎会搞出去？韩国我爱又系一只，都唔会汽车骗你嘅，人家想到理由汽车，我唔想骗你。那就算都唔咁样，唔想我接一份头颅，我还会哦，算你啦，还会落在我的头上。头颅跳到诶，还冇。因为我都没痴心，我是一个很没自信的人，看不出来呢。我都没痴心，故事我要讲啊。我爱自己又想要追求个做些这种自我价值，成就感，成就感。我标准啊，马斯洛也追到过了。故事
唔做些一痛脑筋嘛，又爱，因为有压力，那就会想闪避，逃避现实。最近真系点吗？很矛盾。很矛盾啊！跟你顺风嘅小风讲吼，我看佢去麦街都唔强，唔过佢真强，所以讲人生嘅些事情。其实家讲麦个条路风嘅事情吼，因为系闪唔得啦，因为后边有人见对人啊。哎，见冻哎呀！拿得冲哎，拿得冲哎，见冻哎呀！我生唔得，不过遇到一些神发些些事情哦，佮真嘅无法度。像我有本身上看过的我司机嘅智齿啊，系爱绑的哦，同绑爱绑的，系我竟然去绑过一支，哎，多见就唔敢过去，我多见就唔敢过去耶，哎，佮真嘅我做嗰种跳牡丹的啦，恐惧有冇？那一定爱好。你上了安胎弦，你还智齿嘛吼，没安胎扎，还没安塞扎，还智齿没安胎扎，佮绑起来吼，就掉成半条命的。大麻药，佮大麻药，你还都在情处，懂情处的感触到，有一根大拇指被绑住，完蛋嘞！哎，佮麻药佮推特就底细，还就绑一根哦，佮身上记得话，哦，又夜夜的，夜夜开，夜夜你转开来，转开来又哦，反正我就说，快嘞，我咧长一级呢，还有三级呢，冇，啊，听医生就，我前已经试落去的，就安全检查，不，身体检查，安全，对啊，要多安全，知道你都冇安全呐，哈，叫怎讲，我安全冇，啊，叫一项叫大肠镜呐，哦，我就见到个相，跟莫沙病啊。啊，落到个莫杀空的地步也感觉，可是我懂得人家的嘛，哎，那就等于是，这种感觉就知道不会痛。你就谈全身麻醉，你还要无痛的打麻醉啊？哎，你全身麻醉啊？有啦有啦，你不会冲个智齿 Q 吗？还在干输的多吗？唔系啦，你前几站你摔开去，一份保险两万人 ，Q 年买到了，还忙去走你吗？去走啦，还有腰啦，红太重要啊！兄弟，我讲你最需要做肌体炎，哦，肌体炎哦，哎，肌体有几两种事情，有肌肉，有肌肉，还有生炎的，超忙。肌炎然后健脾，又去两啥隔腔下的事情哦。哦，嘿，肌炎就会变脾，那忙肌就已经脾耶，那肌炎啊。唔係，而家軟湯嗰家鹽食，係嘛？誒，幾甜嘅冇食。係啦，佢真嘅係唔好啊，因為吼食鹽吼就係拿錢冰火燒啦。係。真嘅有好冇快啊？唔係唔係，有快冇。你新冠都上嚟馬上共振嚟，你當然冇嘢咧。食飯人哋下好戒煙開始攞佢戒脱去。就食食家冇上吼，我想講煙係唔好嘅東西，故所我攞佢消滅。结果挨红挨盲，然后眼消灭掉，个眼歪人挨消灭掉嘞。真见，看你勇敢噻。给观众有没想看？你有乜嘅事情多了哈？就像我健身，唔过嘞，做身唔得，还个顺风耶。用办看你身撇嘅行为，等下再来继续来下，向下来分享哟。不过一天事情就会本太个发现啊，那就会头一头。不过那情感度就会想一系团出的事情啦，下面他唔想影响到太大啦。哦，好对啦，你就行喺多其他地度嘅地面一片，啊，有人就其他过后是，我冇讲系马杀哦，下面系土一种，你就你亲土哦，你土土棒棒哦，看你有几死你好。下面系三片，就系扎唔跌嘅种山，扎唔跌。歡迎大家多謝嚟《後生太上光》嘅節目現場，今日滿到大家講，即家生活地都有哪一條事情可以上去散撇，唔過走散唔得，最走散唔得，同朋友老夫抗人有動態關係，因為你有冇可能老夫抗人斷切關係？有冇講？我今天不要跟你做爸爸媽媽，那有可能有時時你兩講又吵嗎？冇唔吵，我想分享你見到阿婆入相講嘅事情。其實講啦，我阿婆對安尼時沙相體姊妹非常嘅好，不過就相識佢嘅口氣，冇時講我嘅放心，冇嘛嘅好，所以可能談到是會。心情冇嘛个好，冇事会不爱好日前事情系安样因，只系因你俩下午卡入学校，韩国大家咪知嘛？学校个时节其实是本机习惯个，硬是硬要，硬是失败是做得嘞。所以因你我卡长通常系妈妈带机上半天是二日拜，韩国下半是十个二日拜安样。不过又相信爱电话卡个时节，阿婆是会伫冻住，冇是下住惊险讲，休日不用夹夹啊，大家个叫起硬要啊，冇看见运动。
唔系的，唔过爱看介叫睡到介偏咪冇用办啦。爱是可以是当温柔介老阿婆讲阿婆介唔怕，因为妈妈会照顾佮韩国进入固定个世界。唔过阿婆唔知介你用办的是心情都唔好，即使讲日记本。就是奇怪，其实讲哎，二甲桥本伊着黑色菜系当菜个，伊就头脑也奇怪，当啊韩国爱木就是变变爽的，所以爱是直接飞机讲，阿婆你总唔得安样讲袂，安样讲袂爱是唔想全部卡嘞，爱是当哦，真滴，咪当爽也是，系啦，唔过是系本伊情绪安样因对到嘞，唔过讲太当然心情咪唔会好啊，韩国唔会甜咩，系啊，当然唔会甜。每当后悔，嗯，唔讲啊，喊系怪怪下礼拜会转嘞，所以说讲气话啦。喊讲爱面对安样个事情是，该用是该去传事件是，冇嘛该老阿婆讲话，冇相处当作冇两件事情，其实是个嘞。你最杂戆，杂冇两件事情，所以讲一种闪撇个一种后悔，咪系两，那种是闪撇，我不想再面对他，我就假装冇两件事情。骗自己，骗自己，啊，那根本没发生那件事情嘛。你俩下在问题在讲，你两种金闪金闪片，孙红的因，但其他因用办看你那个闪片个幸福的力感，先来讲啊。其实刚刚有讲到一条路，还会闪片吼。其实爱生起共同很经营呐吼，就会很经的人呐，用办讲，因为爱七家我将七家负面能力自己吸收下去。阿哈西，嘿阿哈西，故说爱七家 guilt 了以后，你爱会突然之间爱用 guilt。所以我想说哈动就你发生什么事情呢，因为我不过我不会同意说我发生什么事情，我自己就会有复原能力啦。哇，所以大家很快看到你的叫的时间就说哦好，我们不用理他。但是他现在有病啊，他现在有病啊，也好。很不容易啊，好像有病啊。可能没有办法，你要问赵峰可不可以哈？给阿肖峰讲到几哈，是一种最懂被夹、懂被溜、懂被练，第二种更会练人。你太敢问，问唔相信。其实咩唔咩练，佮唔很多练，佮系是嘅外在的力量，我让蹦出。嘛，该东西就会加扣。我从差讲，啊，你多单单叫我去绑牙齿，多单单那叫我去做身体检查，我讲哈里巴巴较闲，哈里巴巴较闲。啊，大白爱吃宵夜噶，唔要讲我减肥，唔要讲我减肥。嘿，阿大白说哈里巴哈海，哈里巴哈海。诶，就阿弟阿伯嘅吼，真嘅冇办法，诶，真嘅冇办法，阿基爷咩嘿，就诶。有神风家下就讲王牙鸡爷呢，生人的出世家个王牙鸡爷呢，了生人的太家下，对面骨上爱听鸡爷。见叫个，阿你阿系喺漂泊嘅，等以后买车解放嘅，绝对唔会唔会出现。很多理由啦。哎，就等见来见人，也机会见到咩事关呢？唔要讲我减肥，啊好人阿弟啦，哈，就系知道。糖唔得，冇。要不还更快，没有等我回答，没跟我讲不，就这位。莫相信你嘞，就是讲啊，司机上好有基本相信唔得，就是王少峰这种在，跟阿爷冇人咯。爱好爱这种神票的行为，像是当初爱七家地天天啊，就七家买七家同很阿咩哦，爱印土安样。不过时间真紧要多嘞，爱还系会做时间完成的。啊，不过假使讲迄我搞东西搞出来，剧本啊，做嘛三夫啊，那千错千迷应应啊，怎会搞出来？嗰时候大家听错就会发现，爱头一头，因为爱还会搞出来啊，爱无蛮多啊，哦，爱还会搞出来。不过一件事情就会被大家发现，爱就会头一头。不过爱情感度就会想，一系团出的事情啦，爱咩他唔想影响到大家啦。哦，好的啦，你就行很多其他地图嘅知名。一切啊，永远就是期限过后是，俺冇讲系马杀哦，俺咩系土的一种，你就你青土哦，你土土棒棒哦，看你有几深以后，咁样系散片，就系扎唔跌嘅种散，扎唔跌。不过他要伸冤啦，哎，撒哈罗是为本台只要伸冤机会，所以讲来人怪下人顺条嘅，一种当为散片嘅研究内调音哦，阿志怡。顺条系冇，真系拢爱动拳哦。而你咩咩接送地道，韩国呢泰山宫最有名的三撇泰王系马啥？中大天。怎么这样呢？
好，记者运动你看来了，你给听众朋友讲一下，你准备看啊，大家都会唠叨讲，其实动三万大饼给你。不过呢，记者运动奇怪呢，请问上片，你给青岛的事情，比如讲讲跟他啊，有没讲到个脚本啊，那个脚本嘛，胸片啊，胸片啊，散户啊，两样的事情蛮多啊，是的。因为 Andy 强哈做个广播节目，下面加上传讯是顶年纪哦，我记得哦，我下个节目摘要表哦，嘛改嘛改改，伊全部用版不读不回，还是已读不回，真你懂厉害，因为其那些读动问题个时节，其那些冇办法马上去处理。他就会出价，查某看到。哎，你原本讲的不读不回，你看你还是进步嘞，你会已读不回。原本爱讲的，蔡国伦呢，激动厉害，因为俺一下都提供，他迄查某看到嘛，故说就算他不读不回。因为你的 iPhone 在做一个提款机，古时候买的其实是都有款。哎，你要这个重点，你要去看到就好了呀。然后我们会讲起有毒还是无毒，还是有病啊，还是无病啊，就会直接去传，继续传传传传传传传到董虫的。结果嘞，最重要的咨询你还冇看到，你就白唔到嘞。全部是贴图，好嘞嘛，好嘞嘛，好嘞嘛。冇，我会继续传，我还会附黑黑人，我就会舔，我就会讲。给家肥爱好嘛，爱真正运动饭嘛，家家爱吃只一斤长斤长。不过爱讲到健身运动奇怪，就会因为呢，健身你系一只唔好嘅示范，诶，你嘅小朋友总唔得好记。不过总嘛，该大家只爱用做，真正运动饭吼。不过都唔会对佮欠呢，你看到佮还是非常诶。因为最尾啊，他系就教出去啊，佮剧本系咩，大家全要收到啊。啊，该上浮啊，全部系大家去看到啊！刚刚提点啊，广播节目哈，系咩主持人咪动好啊？你看重点圈就做到，咨询你的讯息我都有看，了解系重点，系咯。唔过都慢做，慢慢来，停停来。哦，慢慢来下脚系冇，给你转移的时间，慢慢来下脚。因为佮讲睇嚟，你来聊下房啊。万一来难怪，那么抢机了，会伤害我们现场的。伤害别人，你应该伤害蛮少，爱龙泰。哦，因为机吼，其实涨价吼，涨价啦，又加协同啊，就会闪票吼。佮太好冰啊！之前哦，就收到嘛个冰单啦吼。不过佮收到冰单个时节咯，因为一方面系因为佮社会朋友吼，上到机会去佮地陪读四张嘅吼，上到是会惊死哦。真的是四张嘅天，声泪俱下，四张嘅是生离死别吗？佮四点钟哦，狂动嘅楼梯哦，佮是会感觉吼生离死别啦，杨庆哦。所以一方面系杨庆，另外一方面系因为个楼梯咧，佢要开嘛个通讯行，做业务嘛，总得。团体嘛，所以咧，佮喊味道爱逃兵役，去跳戏爱增肥，增肥计划。哎，你讲啷讲哦？你假使你爱增肥哦，你看莫看小凤哥安用？佮增健当然。哎，他不用计划，很猛啊咩？除了他，你啊种身材还要去做饼啊？做饼，那他把做饼加上来是标准的，对嘛？标准的。就是讲个俩哈去体检，俺还要当正常兵。哦，因为今天杜氏都得挡子弹，是有个防护壳，是有个防护壳。变皮啦，唔好太脏。你讲下人家楼梯用乜嘢来做？好，因为介种时候介测量介时节，佮系白是唔共进。不过自己嘅宣告来讲，因为庄家咩唔系当过嘅那个协同啦，吼，所以佮长度系九十五公斤，漳州咧达到嘅标准。嗯，我寸四就是张爷嘅时间哦，我增肥十公斤，十公斤。所以，佮当年哦是十寸，查过来佮什么朋友大摆大天发半夜时节哦，问哥，你有爱我吗？说你吃了吗？你吃了吗？大摆叫阿勇耶，因为爱记得孙红那时，你是真的爱他吗？你顶了顶不？因为就腐蛋名帝嘛，兄弟，你怎么在填呸？看到都安短个时间滴嘛，上很多个东西叫做四天呢。上怀是个身体呢，冇空闲。不过好得了，最美了。第测量的时节咯，安全过关，九十六公斤哦哟，真的好得了，我全贵家不看了，因为经过两团哦，这个奇幻旅程哦，哎呀，很爽的，给压车下来嘛，维持差不多九十六公斤，因为你走在动脚。
非常易，不過一小下來哦，當難度。不過林中心有戚戚，因為介當特殊的金岩古石哈，當簡單老太講一下。好，介是係按照唐國廣播節目介新歷史，十分香港嘅石獅子田叔媽媽去買介卵嘅獅子，因為當石嘛冇生意，收起那個介卵嘅腿哦，是跌到田內咧，韓國是水體難體咧，韓國佢。材料后是唔敢食芥蓉的，唔敢买芥蓉，所以应该是到特别到水门，诶，上边到水门可能会变做性感度，地位度该阴阳。一块阴影，真紧非常的难得。那种真紧是，你看小时候诶去买芥蓉些，摸生意跌到天内下，跌到你一下变眼从看到芥蓉，眼死惊，感觉暗香应该死去。你一下在问诶观众朋友，假使本人上边你吃到上边系甜小到你，一系。开导你咧，等下将咧继续老太仔向下来分享了。记得跳白吼，真紧系下神咯，莫大天发七只高拍界。不过介用时可能喊下神，唔得会用夹沙跳维修咧，所以是七只老。地地面挑车，那是那挑车，我是天发是挂车的。你好烂哦！手机爱会地点片，老动到老爱个拍感应号，共拍谁啦？谁来又谁不会痛情独欲哦？欢迎大家多做来后生台上个节目现场，你家双语团节目谈的太暗多人，比如讲身边人暗。定讲个事情歌，好冇？你下好来老台仔先来分享的事来讲。苗如红其实哦，又到台仔归纳出三种，哎，你会闪避心理、逃避心理会做出的三种性格是什么？第一种在讲，你其实系动细扰因，因为动疑心因，很需要依赖人。唔讲呢，你又不想要承认，你冇心念自家个疑心因，所以呢，你会做出什么样？因为恐惧对方。会变成一种控制对方，让你好像有一种安全感的感觉。这好像在讲，你还不会加声音，有控制力，我们叫制约，控制就是你哈。听一种还是二种，你会有强烈的情绪反应的，因为肚兜你没发出，诶，三片还是你太低，不用讲不会安。没有动，动起来狂，像人家播，哎，人家讲，哎，三怪变态，三怪变动态，那种人呢，是讲，哎，你会有一种压抑情绪。要不然这种转移你的情绪到对方，把你的情绪转嫁给对方啊，像讲本拍上应该心受人家个侵蚀，第二种应该学什么管理自己的情绪。好，那个我怎么觉得你也是？懂，第三种啊，是讲自尊心的负面，因为你就是觉得自己自信摸啦，对，所以你会走出来这种来说服别人，你做的事情是对的。哦，因为还要或是说服自尊心的啊。然后呢，第二呢，所以讲，第二种人还有一种，因为走的时间，他渴望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。哦。他希望，比如讲，哎，比较讲爱看到杨丞琳做的安好，我又觉得说我做不了像杨丞琳这样，我就心里一直说服自己，我以后会变杨丞琳。像爱美希望，其实佮走林宥嘉还。哦，但是可能哈声音没走到。如果你要总结本机的建议，是讲你要注重自己的自我价值。那达生意一基础一点路，所以讲达生意有自己发挥的空间嘛。如果撒下来的问题是讲，你认为讲善撇一件事情对你来讲，多大系好处啊？多也讲真嘅有开导你咧阿姊。其实你讲个善撇对我来讲，真嘅系好处哈多，因为我以前真嘅。他是有三片，不过呢，太好个时节啊，来就有三片松口冻口，因为以前你去口好像就灌到冻两条嘛，不过呢，我就冇爱用冻口个经验，我就是太好些，我就想我一定爱冻口，爱用这样有强存个感觉。不过我真认同感觉，这样是我有三片松口，爱用爱正好我个同化有冻口个肥意。你得哈辛苦，爱比出比强，佮唔是比出比强。对啊，两片因为冇清来强下。阴影些的，阴色啦，听蛮阴色嘞。两三下对个好姊妹，不是用这样，你们等一下下课一起，等一下去报个课。把欠债讲伊啦，唔起到三撇两件事情，对你的跳舞也讲三发当吼，真紧有开导你吗？有，一定要 Q 爱一下，让向动态哦。因为哦，我算起来要两百哦，捞这个。
飞上枝头哈，要擦身而过。哦，因为反正你也不会变凤凰啊。我树枝会断。好了，因为该两百系因为有动好嘅经济嘅合作噶。嗯。体制白系到太好嘅时期哦，俺就一白坐在许多台北嘅小巨蛋地位都主持才动态动态嘅发通。哇，好厉害！该主盘单位哦，就会台湾哦最大嘅海运公司。哦。就某公司哪一家公司？你这样讲 ，any 什么买地？主台嘅哦。买地耶。不过该后辈嘅自然啊，老迁啊，老阴脉啊，动刀啊，动好，所以应该是动。也是想哦，不过因为家里有些还太好，还会读书啊，所以还想啊想啊想啊，人烟是狗腿的，人烟狗腿，狗腿的，咋狗是亲爹？哈，本人等一年，嘿，咋狗是亲爹？就讲好，应该想好了以后，他们就说哦，他们没有这个签艺人的计划，他是感觉动可惜啦，还搞来提你白机会，俩宝哥哈，那就督导一下，还算好的经济共识哦，经济的共识。不过，我许多记得系社工是啊，某某嘅自然呐，所以应该是想韩国最美最重要系认为，应该就是新闻嘅指南宫，难听哦，嘅指南宫嘅白宫哦，最领养嘅嗰种，最领钱哈，系最领钱嘛，问题，佢本来哈哈尖嘅，韩国咯，两等奖啊用听哦，因为我带不用挑，不用挑最有名就是区运路该挑路当嘛，该白宫，那你是问题。今年也不应该下签，就无诶，就无诶，所以开始讲讲哦，你要怎么在签下去哦，签下去哦，开始拖等哦，所以哦，开始老去讲哦，莫，俺莫签不了，结果咧，唔到两三年嘅时间，该间公司吼接到咧新嘅一只卫视中文台嘅节目哦，韩国咧，记得第一部读嘅节目哦，就签只关注啦，该关注俺后来看，哎呦，原来系。该东西该公司哦，二选一二选哦，欠白欠米还是欠鸡，二选一，因为该讲买，所以该关注的机会哈，那个卫视中文台关注的机会是半机，意思记得本来还选个，都该节目第八多，全系抓下最著名的名线哦，哎，很快，还没动口先，那我就啥系你服装系吗？俺服装哦，俺服装动动音啦，没有忘记啥了。应该是几服装，我就不讲是谁了。该李荣兰起的，那个透透棒棒啊，闪撇啊，对伊来讲，真紧又蹦出，也会讲开导伊嘞。其实俺唔是从白强强融，是慢慢的，俺是动起脚盖，用白讲，俺是起到两个闪撇就开导伊，认为每看伊，你还安用伊，俺其实学生时代动动音对的，所以吼，记得。我不要你了，那你可以蒙错。阿婆卡点滚啊，那做啥？小婆卡点做笑啊，阿公卡点那扫把啊，来来打死你！你下冇嚟，记得跳摆吼，真紧系写信咯，冇是打电话去只个拍街。不过介用时可能喊下写唔得，会用格啥跳维修咧，所以是去只老。地面挑车，那是那挑车，我是天发是挂车的。你好烂哦！手机爱会地底片，那动作那爱个拍感应号，共拍谁啦？谁来又谁没痛情独欲哦？烂爽哦！他意思是说以前是万人迷，你好莫名对嘞。现在是迷万人哦，然后冇反扑，反正当时然后用音爱音是好嘞，然后门的后背个往 self 奉献上，面对问题的时候，你用板起来解。其实哈，因为然后变做七家，我想讲，哈照顾偏人嘛，古时候遇到问题一定要去面对，哎，你面对问题就解一半，你三篇问题给上司，再个遇到，哎，还把假皮变个严重，因为你得很懂宠啊。哈，后摆有动刀的问题，唔好过散的，要提上去加。嗯，你加是两下过动刀两种问题，佮解人问题嘛是要解。也差唔多诶，真紧差唔多诶吼。下礼拜啊。哦，啊你下礼拜全家四件事要看呢，翁小凤吼又改台的改染吼。对。某款吼，我们如果没有他戒烟，看到他一次，请他喝请饮料一次。哦，走杯吗？如果撒下来真的是真心话大冒险的事件，而是本台在讲出自家的新冠毒改会对马莎来讲，对三片一件事情来讲，你敢先来讲好了。其实对三片一件事情吼，我真应该是又爱又恨的感觉，就想在说哦，呀三片都好啊，没有想在说这三片。
哎，这么该散票一件事情呢，就会以为后悔事情发生。不过还会吃到要散票，其实我本来吃到爱滴人生当中，很滴有够人生呐。唔系像跳戏给你有听听，系会思考过，哎，这么该爱来散票嘅东西呢？我说散票对我来讲，就会像老几个阿姨会发啦。因为上次，真正会吃到讲散票，真正当健身，不过上次会就真正当友好啊。应该脱离那种哦，那种很紧张的情绪，动紧张，就不知道老师要动都动黑，有时候会觉得哇，自己都快生病，就有点闪偏，故意不接电话，老师手机也关机啊。你爱用了解的吗？是，他已经来新冠毒的干苦。你听到了啦？你听到了？你真经听到？给阿自己对闪偏爱讲买方。闪偏很好，非常欢喜做人认识你，所以一开始有好是不是？所以一开始呢，感觉你懂法，不过咩非常感谢你本来咁多强存嘅回忆哦。虽然一下冇办法老唔做嘅，唔过你非常懂用嘅啦。你有冇第三人称哦？都是会大忌咧。好搞笑，所以你下冇法做老唔做朋友。我怕老唔做朋友，不过咩非常感谢你对一些本来不用送一下，一下呢希望唔做嘅搞到新嘅好朋友，不过咩做唔能念记强记哦。哦，咱就会叫好朋友啊。拜胎了，今年都两个主持的 partner 拜胎了，哦，拜胎可以喊朋友解释。王小凤，你对三票讲乜嘅？哎，我也知啦，其实我三票咧全部系小事情，不过听到的小事情会变成太麻烦。都是我知道哈，我提上去讲，个恐怖诉求，啊，我那系按你个散，我。就会发生某个事情哦，俺那还按你过山，我就会妻离子散，我就会家破人亡。那有啊，好烦，好烦。无啦，反正就提醒自己说，哎，味道偏硬吼，自己咪要乖乖啊，莫过山的。真紧，基本上最尾吼亚洲吼最台啊，所以本人妻啊阿燕妹来讲哈，三个歌嘛。啊！我知道我心偏吼，我本来暂时唔记得我做嘅事情啊，因为从起某个水木啦、高数机啦，昆天是都系我心偏好朋友，因为我知道心偏就系我做一件事情嘅安样前哨站，本来有时间缓冲暖身啊，系暖身有心理准备，我准备好我做一件事情咯，然后完成机有深秋工，我知道其他好朋友啊，我就知道佮我穷些多。他与生俱来就同佮共存，嗰种爱吃到散票无见少，也就很爱同佮相处之道，讲起来。错错错，知心。好啊好啊，你当枪老散票来做好朋友。对啊对啊，怎么个我老去讲再见呢？老去讲仍然莫爱再见，老巧，不要再来了，系唔系？不过讲真，今日说一开始台下都讲到散票这件事情，佮当然有好的所在，我们才会一直跟他做好朋友嘛。当然佮嘛有唔好嘅所在，我们才要跟他说不要继续再做好朋友。按在手里观众们要记得散票那件事情，又伤心走在不然你庆祥，走在不然你分享款庆所有嘅事情。不过呢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才可以继续向着标杆来起跑。而记得下载礼拜，求一个世界，而继续来收看。安尼个，欣赏太上国，有吧？太感动。神社吼，神宝，然后手机也叫。梦生逢景，梦里度都得讲诶。哎啦，差不多。眼快了，眼快了。没啦没啦没啦。有凶诶，快讲鬼哈。拜拜。